华民国104年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开幕典礼，也特别感谢总统亲临开幕典礼。本赛会每2年举办一次，是全国原住民族高度重视的体育竞赛盛会，更具有宣扬原住民族传统民俗体育文化的重要意义。原住民族优异的运动天赋屡屡在国内外重要体育赛事中为我国争取到非常多的荣誉。教育部为了培育优秀原住民运动人才，除了选择田径、跆拳道等七种运动进行系统性的培训之外，并且也利用科学方法分析各原住民族不同族群他们擅长的运动能力，来发掘更多优秀的运动人才。本年度的赛会，我们非常感谢南投县林县长及他所领导的全体工作同仁的用心安排，使全国各地各族原住民朋友们可以齐聚一堂，进行体育竞技跟文化活动的交流。我们在这里祝福每位选手及参与的人员，如同本届大会吉祥物台湾黑熊布比所代表的意义，圣洁、高贵、优雅、沉船，以活力跟朝气享受接下来3天的竞赛活动。最后，祝福大会圆满成功，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岛米祈福，第一组得五度。第二局第三局国泰平安阿玛萨瓦高巴高巴杜台十三，第三局